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子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心田。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不管是节目或者是那个明视这个摄影棚，对我来说啦，我之前其实，在明视蛮长的时间，所以其实不算陌生。我算是比较新鲜的。然后刚刚，因为我们刚刚在树化的时候，我想说，看看这边有没有 WiFi， 然后我就问今天说，哎，这边有 WiFi 吗？他就说有啊，他已经连很久了。然后我本来想要去问工作人员说，哎，那密码是多少？然后今天就很热心的把密码分享了给我们，就可以连上明视的 WiFi。他有求了我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应观众要求，就有带来。算是经典的男女合唱，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会用我们各自的风格去呈现。我在今年，应该说去年的年中后，陆续出了很多国语的单曲，那希望能够在今年的部分铸成一张专辑，然后发表给大家。那心田呢？我的话可能是会想要慢慢搜集自己创作的作品，对，然后看有朝一日再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。大家要记得每周六晚上8点，请收看明视超级BB秀。